首先我们现在在报告这边这个文字探勘，我们要画那个文字云图，这边没有文字云图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微软公司希望你登入之后你可以免费使用它放在网络上的1000多种。刚刚那一张文字云图也是我从网络下载下来然后提供给你们使用。那如果你自己想要拥有下载权，那就请你自己去花钱注册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，因为这边没有文字云图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点点点取得更多视觉效果，所以请点从档案汇入视觉效果。然后他说注意哦，你现在准备要汇入自定视觉效果，所以请点汇入。我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这一个档案，所以请点它开启。然后他说已顺利的将视觉效果汇入此报表中，确定有新增加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英文字是 W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动手做文字云图咯。一点这个 Word Cloud， 这是第一个动作嘛。然后接下来你要放类别跟放值，所以类别当然就是要放词，所以你会看到一大堆的词在这里。现在是不是增加那个大小，就是有的字要变大有的字要变小，依照词频。所以请把词频再请打勾，真的就是三个动作，一是点它，二是点这个 column 1.1， 三是点这个 column 2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内容了。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做，就三个动作而已，文字云图就画好了。